我是河南省西乡市回县吴村罗庄，我叫王京明，因家务纠纷，我去岳母家，发生他们打我，我象征性的把他们头上，砍上几刀，他们没有司法鉴定，没有病历，没有伤情鉴定，判我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我入狱22年，08年我出狱，我不服，我提起上诉。我上诉了25年了，至今没有得到政府解决。